软软的水果，菠萝，可以变形的菠萝，这是什么呢？一个酸酸的水果，但是这个不可以直接吃哦，而是泡在水里面，柠檬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可不是水果，这是一个包子，包子的褶。再来一个红色的水果是什么呀？西红柿，可以任意变形。绿苹果，南瓜，水果草莓，橙子，软软的。